哇，这个活力还挺猛。刚刚入手了一把防风打火机焊枪，看着活力还挺强的啊，我们来试一下效果怎么样。看这个包装外壳还是挺不错的，直接拆开看一下。打过这里面就这样子的，不过还是挺好看的，满满的科技感，就像电视上面使用的光剑。我们这样放也可以，这样放也是可以的。这边是一个开关，这边是一个安全锁定开关，如果我们按过去了，这样就打不开了。这边可以调节活力大小，这边是喷头，这边可以充气的，就跟打火机一样。我们来试一下，首先这边也打开，调节一下气体。这边是个锁定键，这样我们就不用按了。火力还挺强啊，喷的也挺远。先来烧一下这个罐儿，这个可以拉这么远，你们看，火力还挺强啊。一会儿这边烧黑了。而且拉的还这么远，当然点这个蚊香肯定不在话下了，一会儿就好了。再来试一下焊接小三角锥电线行不行，上面缠点焊锡丝。也可以啊，焊接速度也挺快的，一会儿就焊好了，非常牢固。再来看一下这个不锈钢，你们看一会儿就发红了，把这个活力调小一点，我们来试一下焊一下不锈钢看行不行。可以啊，这个焊锡已经粘上去了，说明不漏也没问题。再来试一下小焊接空调通管行不行，这是个十毫米的，用最大火。这边好像有点变色了，这焊条好像融化了，看到吧，是不是？说明还这个通管也是可以的，所以这个还挺不错啊，活力也挺猛的，使用也很方便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